拉掉，今天票发钱。要不要换人？没有。还没到时间呀、啊。没有，但是没有连输三局，这不换人。我们重新排一下，重新排一下阵容。对，你确实避开了这个篮网了。啊，确实避开了，对。我在前排就赶快把腰低的越来越低，就省得打到我头上。越来越低，过去就上后边了。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别人做，不要谁放。Thank you.
准备好好去重新点。好好好